他！哎，你们这你还敢叫人啊？我看你真是嫌自己岁数太大了啊！张总，我没有叫人。再说了，您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我还是柳家的人呢。他说自己是柳家的人。刘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早就把你赶出柳家了，你现在还跟我说你是柳家的人？你们欠我们20万没还，要不我把柳然送到夜总会去做小姐？呸！你敢！你他妈找死！然然，你们干什么？你来的正好啊！你不是挺能笑人的吗？你那个废物姐夫呢？你是找我吗？就是你打伤我小妹，你个废物还真敢啊！先送出去医院，回头我安排。滚开！不用你考验我。你现在打伤张少啊，他背后的白浪金融公司你知道是谁的吗？是金陵白家呀。管他黑家白家，敢欺负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就灭了他们。